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爱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柠檬蜡烛。我们先把大豆蜡放到陶炉上进行融化，加入黄色的色块，搅拌均匀进行试色。试色可以放到白板上，也可以跟真的柠檬水果进行对比。做了一个模具，从中间呢用定位针戳个孔，然后把蜡线从中间穿出来。调好色的蜡液呢，可以加入7%的柠檬精油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模具，等待凝固。凝固好了之后，我们把蜡烛取出来就可以了。可以把它的蜡线卷个小小的造型，这样一个仿真的柠檬蜡烛就做好啦。